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。我主要讲的是基础 VI 设计下。那么在上节课呢，我们一起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黄色篇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绿色篇。那么绿色呢，是和这个红色为这个互补色。那么在这个绿色系里又包含哪些成员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在这儿呢，有老师为大家找的这些色卡，其中也有这个 CMYK 的或者 RGB 的一个色值，在这里呢有许多的颜色，它们都归属于一个绿色系。我们先来看一个，第一个，成员是闪光绿。闪光绿呢，这里它的代表是春天，当然也有这种配色。闪光绿的这个数值呢是 C 是20，M 为0，Y 为60。我们依次的往下看，黄绿色呢，在这个数值的，在 Y 的数值上发生了变化。C 是青色，青色只有5个点的一个变化，它代表着出生、萌芽阶段刚刚开始。嫩绿呢，就是颜色会看上去比较轻快。嫩绿色，这个时候它青色的成分现在就是相对于上一个要比较多一些，然后它们调和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一个嫩绿色。当然，你想看一下这个颜色，泛青的这一个颜色，那么我这个青色占比就会比你这个黄色要多。第四个是春绿色，放松的一种感觉，它就是这个颜色就比较接近于这个原色了。浅绿是比较柔和的，草坪色、苔绿色、这个颜色，同学们会发现它跟咱们讲这个红色系里边这个褐色，很相似，给人一种很踏实的一种感觉，不是很花哨。枯叶绿，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枯叶贪狼，那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很接近。草绿色、绿茶色、浓绿、叶绿色。明绿、孔雀石绿，明绿呢，代表着这个乐观。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所配的这些一个颜色，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。那么我们知道，绿色呢，它属于一个中性色。在这个画面成分里，如果暖色调的成分占比很大的话，那么绿色呢，它就归属于这个暖色系。相反，如果这个画面里面冷色的成分比较多，那么它就归属于这个冷色系。绿色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颜色，它不像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橙色，它夹杂在这个黄色和这个红色之间，会有一种暧昧的一种感觉，存在感不是特别强。绿色呢，对我们的视觉冲击很强烈，因为它属于三原色，自然界中的三原色。所以它的存在感是非常强的，也不是太好和其他颜色进行一个搭配，它也不能说是一个点睛色。具体是怎么运用的，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下面的那些图片，我们先来大概的了解一下
这些颜色，翡翠绿、孔雀石绿，有些原石像祖母绿等等，一些石材的一些颜色，浅绿色，孔雀绿。碧绿、灰绿色，以及这个森林绿，沉着，用灰绿色呢，优雅。墨绿，看到这个墨绿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它增加了这个黑色，所以它这个 Y 数值为30。然后你会看到其他这个颜色的配比的时候呢，它的明度呢。和饱和度都是一致的，并不是说我配了墨绿了，我这边的颜色就变浅，或者是变得更深，它的明度跟饱和度没有变化，很厚重的一种感觉。这个是让绿色线的薄荷、苹果绿，有朝气；橄榄绿有诚意，就是踏实嘛，给人有一种信任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像下面的这些颜色呢，就比较轻了。一般像是日式的设计一些风格，它就是，明度、饱和度不是特别高，然后呢，明度来看一下，明度还是很高。饱和度呢不是很高，是这样的一个色彩，看上去很淡雅。海洋绿、灰绿色这些颜色呢，如果说是你做这个喷漆的这个行业的话，接触这些漆，然后他们也会分得很细，了解的可能会快一点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印象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色的关键词。当然，绿色呢，它是夹杂在这个蓝色和黄色之间的。我们这个一眼看上去呢，它确实是存在感比较强，不会受其他这两个颜色的一个影响。绿色的关键词，叶子，我们会看到这个，小麦新生的时候这样一种状态，给人一种有一种生机盎然的一种感觉。草原，很辽阔，也是感觉上非常舒适。以及如果你住在这一个庭院里，也会给你很自然、很舒适的一种感觉。绿色的这种植被比较多的话，因为绿色这个颜色本身看上去，就非常自然、非常清新。这个是。绿色呢，带给我们本身的一种视觉的感觉。然后现在我们有的小区也是讲究这种花园式小区。你购房的时候都会问一下这个植被的覆盖率是多少，也是为了居住的更舒适、更自然，以及一些出现的一些相关的环保产品的包装。然后你会发现很多的设计，它并不是说运用这个绿色100%的这种原色，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明度和饱和度，甚至是色相去调整，让这个绿色呢看起来更丰富。然后下面这张图片呢是水草缸。水草缸呢，它这个水草就是看上去生命力特别足，然后也会让你心生向往的一种感觉，很迷人这种的景色。然后绿色呢，同时它也有这个邪恶恶魔的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尤其是我们看这种插画的时候，会发现。
邪恶的力量的时候，总是这种透着绿色的光芒，这样和黑色搭配去使用，有一种很邪恶的感觉。它和紫色是一样，它和紫色是一样的，都属于这个中性色。那么它跟紫色搭配起来的时候呢，显得更阴沉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魔兽我们都看过，前段时间刚上映的。那么邪恶的力量的时候呢，受到这种蛊惑，他的皮肤，兽人的皮肤就变成了这种绿色的。而没有受到蛊惑的那个部落呢，是正常的一个泛黄的一个肤色。可见这个绿色呢，如果你运用到这种暗的比较这种场景里呢，那它确实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恶魔怪物堕落。那我们再往下看这张图片，绿色的墨绿成分，这是杏，我们会感觉它很酸。那么绿色呢，也会带有这种生理上的这种反应。如果说这个杏成熟了以后，慢慢它的变橙色、变黄色，这样的话，我会感觉这个杏很甜。这是颜色带给我们生理上的一种感觉。这种鸟呢，我放大，同学们看一下，叫蓝绿。那你会发现，它和这个蓝色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，加上这个红色呢，对它们的一个对比。那你像肚皮的这一部分呢，由于大面积的这个蓝色和绿色配合使用，那么整个这个色调显得就很冷。当然，你这个再往下看，你不同饱和度和明度色相的变化呢，你产生这个绿色也不一样，它会比较有层次感。然后和这个橙色呢配合使用，一个代表了这个，你会发现，渐变的这部分深绿色的部分显得会冷一些，而它周围橙色周围的这些呢，会显得暖一些，这个是它，你可以细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色值，在这里你是很好的可以判断出色相。129、73、57，然后我们接着再来吸一下这个颜色，记录下来以后再吸一下这个颜色，然后对比一下，它的色相发生改变了，明度也发生改变了，饱和度也发生了改变，所以它更偏暖一些，是这样的。然后最后呢，这个是一块祖母绿的原石，你也会看到它和这个暗色多一点的时候呢，冷色多一点的时候呢，它会显得很冷。可见绿色它是属于一个不稳定的一个颜色。它受其他周围的颜色一些影响。那么同时，我们也会发现，这个绿色呢，在不借助其他颜色的情况下呢，也会很好的展现出自己。那么这节课呢，绿色呢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呢，我们接着讲蓝色。谢谢同学们的收听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